喂，金妮达，金妮哟！今天金妮呢，为了参加美丽的花车游行，来到了乐天世界。那么现在就一起去看一下吧 ，Go Go！ 呀吼 ！Hello！ 哇，天气好好啊！美丽的花车游行怎么能少得了我这个舞女呢？这场花车游行的主人公就是我，就是我。啦啦啦啦啦！哦，天哪，是吉尼呀！天哪，吉尼也来参加花车游行吗？我要阻止他参加花车游行的主人公必须是我，我要把吉尼的裙子变成非常可怕的骷髅衣服。呀！哦哦，怎么回事？我的裙子怎么突然变成了骷髅衣服啦？天哪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怎么办呢？穿这件衣服就没法参加花车游行了。怎么哭了呀？我漂亮的裙子突然变成了可怕的骷髅衣服，这样的话我就没办法参加花车游行了，怎么办？吉尼，如果去沙鹿猫礼服店就可以找到漂亮的裙子啦。什么？礼服店？那好的。哇，这里就是礼服店呐，吉尼要进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有好多漂亮的礼服裙子呀。好漂亮，这件蓝色的礼服裙也好漂亮啊，吉尼要全部试穿。哒哒，我是吉尼公主。哇，真的好漂亮。啊，吉尼公主在这里呢。好漂亮啊！哇！哇！奇怪，吉尼怎么变得更漂亮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一定是因为那王冠，我要把那顶王冠抢走！哼！呀！哦！天哪！我美丽的王冠怎么突然变成臭臭了？这个就是我的王冠了！你这个巫女，还不赶快把王冠还给我！给我！给我！巫女，来抓我呀！别跑！来抓我呀！你这个巫女，快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巫女，啊！快还给我！那是我的王冠！来抓我呀！叫叫！不给！你不要跑！
下基尼不能参加了，现在就让我戴上王冠试一下吧。可以一起去吗？